好吧，我是回去拿牌的。那学校怎么固定住了？所以你要请求你在天空打才可以。但是总比我打，比我打，比我比我让我让他扣我是二十分之一的血。你去拿黑药丸，你要去拿吗？在后面。算了，我先一瓶回去后拿去拿我的牌子。我说我们要卖蛋糕吗？还是不用？我说我可不可以卖书啊？对，青苔石中我卖哈、啊，青苔石中我卖哈、啊。我们家门是原本就开着，是有人进来啊？有人进来？很好，我下次我要锁门。我要找一下牌。一次爆出三只啊！我们去。会缺木头啊，这有笑点。但我用脑残做到地板门，他你妈的操！撤了啦，快点啊！木头在哪里呀、啊？走到哪里？
君九有讲过不能杀，不是吗？就那个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客服技能还，谁说不？你看那个 X Forever，我截图下来，X Forever 说在紫禁可以杀，他说谁说不能杀？请勿口说好吗？反正那现在状态是灰色地带，没错。怎么了？你被秒了。我说老哥被秒，我还有想说，不错。被秒，其实我觉得还是蛮正常的。中介龙大。